说那个治疗牙周炎呢需要多少钱呢？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。每个人呢，他牙周炎的那个程度呢是不一样的，病情较轻的时候呢，可能只通过基础的治疗，比如说像超声波的那个洗牙，龈下的刮治，这些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那么费用呢就会呢低一些。如果病情呢比较严重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那个治疗，比如需要那个做牙周的手术啊，需要翻瓣植骨啊，牙周组织呢再生等等那个手术，那么费用呢相对的就要比较高了，那还有后续的，像维护性的那个治疗，比如说正畸啊，缺失牙的那个修复啊，松动牙的那个固定啊等等，这些费用如果加上以后呢，就会更高。接受的治疗不同呢，所产生的费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，可能呢从几百元到几千元，甚至上。